600多万，想要悄无声息的转移出去是不可能的。怎么不接呀？大晚上骚扰电话。他一定会在某些地方留下蛛丝马迹。我们公司哪怕多一个字都不会透露给别人。江海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哪像您这儿服务的可都是高端人士。您看看，哎呀，小伙子不错。哎，女士，您不能进来，你我找你们老板有事儿。就是你合起伙来跟我老公在那国外给那小三买房子是吧？钱还给我。退什么钱啊？不退钱是吧？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我今天就坐在这，我就大声的嚷嚷，你们就是骗钱的贪心鬼。您之前委托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那个房产可能需要您签一个补充协议。你们找错人了吧？我的房子在新西兰。不过事情我看您今天也挺忙的，要不咱改日再聊吧。行，明天准时来上班啊。是吴总。对啊。我找的是李先生。